其實我自己都是音樂人啦，咁我覺得我對音樂是我是很深刻印象，我覺得係對小朋友咧係好重要咯。因為我四五歲咧已經開始學鋼琴啦，跟住我又學跳芭蕾舞啦。咁所以音樂對我嚟講咧係係包護我，係幫助我好多嘢啦。咁唔係淨係對我個career， 好似我做歌手啦。咁但係我覺得音樂咧係幫助咩人都可以幫嘅，係。例如即係聽音樂可以可能聽到啲歌詞啊，可以學到好多唔同嘅字啊，好多唔同個 language 都可以學，可以英文啊、國語啊、廣東話、印度話都可以去學，去明白人哋個 culture。咁亦都係音樂有好多拍子啦，咁有唔同個拍子，好多唔同嘅節奏，對人生。可能好慢個音樂，好 romantic， 可以俾你某個 feeling 嘅。如果好開心嘅，好 high 嘅，咁又可以帶起好多唔同嘅感覺咁樣咯。咁所以就可以帶起你唔同嘅感覺咧，咁你就會 feel 到喺呢個人生咧係更加係好美滿嘅，係好 fulfilling 嘅。咁好似唱歌，我哋好中意去卡拉 OK 唱歌，或者喺沖涼歌去唱歌，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去發揮我哋裡面的 feeling 出嚟咯。亦都係可以幫助運氣啦。其實很多時候我唱完歌之後咧，我覺得是很醒的自己。咁所以我覺得音樂咧係可以幫助很多嘢咯。